我打赌，没人敢在游戏厅这样玩，否则会被揍进 ICU。我们玩游戏哈，特别是玩拳皇，最屈辱、最受气的打法就是人家实力比你强哈，还一直在那里挑衅，偶尔还来个裸杀，一上来就在那里捋头发就不过去了。啊，这个老高的话，我不知道他水平怎么样啊，他现在在慢慢的被搞心态了。哎，这一波应该拉一个 E9A 的，所以打伤，这么近你还敢起头，还敢摸头？抓呀！还在那里点下一个是吗？压力，老高的这个真心不会玩了，我感觉多次指令头都没有抓出来，老是点下一个是吗？你就直接一六 A 近身就行了。打好距离，不要离得太远。哎，完了，偷袭了。来，单杀一次。好，不地。喂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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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地啊，不地啊，刚了。刚了。这个只能怨自己太菜了哈，人家侮辱你是没办法的，自己菜是没办法。看着真着急啊，真受气啊！当然了啊，你这种打法你最好不要在游戏厅啊。虽然说现在没有游戏厅了，但是在网上的话，人家不认识你也照样骂你的。假正一下嘛，威慑一下嘛，你别动。哦，可以可以哈，用真正啊。等一下，没被骗了。还真敢震呢你啊！哎，父子托付哥来了啊！太受气了，又在那里啊？又在开菊花展会了，在开花展了，人家打拳皇他在开花展。震你，震你，对。要小心，要小心啊！要小心！我说了要小心嘛。因为这个逗逼也是太那个，太耿直了。对了，骗一骗嘛，然后突然跑一个人身也行嘛。啊，走了，飞腿。哎